台湾雄狮时代，咱即马倒转来了，又按甲咱王大帅共同，咱过来探讨讲，这个汉字啊，伊即马伊的这个前途，还是讲，咱若脱离汉字呢，咱啊敢啊搁活会落去？咱过去咱所知影讲，越南嘛是有汉字的旧址，韩国嘛是汉字的旧址，吼、哦，真侪啦，日本人啊搁较侪。吼、哦，嘛是汉字的旧地安尼。大家拢走啊，无看人嘛。咱周围所在，以早才周围的这亚洲国家。拢走嘛。啊，尾啊，咱大家拢走到离库较近，啊，哪走去？走去拢比咱台湾较进步。好啦，咱即下咱来讨论这段啊啦。无，这就是表示讲中文对因来讲，吼、嗯，对过去咧，大家拢咧用中文的呢，因发现这中文此路不通，佮行落去也害。行落去，死路一条，敢那遐画符啊，啊无就咧做书法家，蒙变啊，绝对不变啊。所以，几啊条路嘛，日本人讲无爱卖改遐尼多啦吼、哦嗯，啊基本上汉字家己保存，啊家己发明迄个卡达卡纳，迄、那个片假名嘛吼、哦嗯，啊因家己发明，啊这片假名是较汉字的味道较同款嘛，迄就到尾啊，1927年中。那但是即卖因伊即卖咧，每站因来接受，即个至少比你用直接用汉字口你，无你韩国啊，你韩叫中国人拼啊，叫以为个拢拢西嘛，所以因发明一套，啊，这套呢就是完全汉字字字嘛无爱用的，但是真困难啦，因为汉字头头讲有即、這个，你看了有当下。就一个手，你都知影意思，因为象形嘛，画几啊页啊象形。但是伊发明伊家己迄套，但迄套出来，迄是拼音文字哦，迄几啊页迄个音安尼复杂，都甲咱在台湾即卖咧用的波波摩佛同款，这是拼音的符号。这啊，对是，咱那边有办法，会使，咱就改弄个拼音嘛是无要紧嘛。第三种越南吼。惊一个，不过是法国人讲，叫、中国字就看拢无嘛。为了要读你的中国字，我规性命都用落去，都要读，要读袂清，都愈读愈空嘛。所以甲越南，哦，越南嘛是甲广东话呢，甲咱台湾呢差不一样滴。啊，所以我创一个 A B C 落去 ，alphabet 有三种。啊，台湾呢？是1927年去发明波波摩佛一种啊，但是中国炸过啦，波波摩佛是中国炸过啦。啊，炸过来对，啊，即卖也咧用啊，但是台湾讲咩文化复兴运动，所以拢无震动哦。啊，中国那边开始行两条路，第一条路简单字啦，简字啦，啊，简字改，简体字改个安尼。这些拢是咱普通咧写，手笔写的啊，甲去应该几啊行啊，尔改个不得不进。不得不进，即摆你看手机啊，好啦吼。不得不进。什么迄落网络顶端咯，拍落拢差不多，拢简体字跳出来，互你看。就是。伊即摆强国崛起。强国崛起，强国崛起无落去。简体拢容易。你的字是愈读，你的国民是愈来愈三八啊，愈空啊，哦。刷落去，一开始啊，从拼音就是当作跟咱的波波摩佛安同款，拼音来。但是安怎汉字？你知影汉字拢总的音，才几音嘛？尔1300几音难尔呢？对。啊，所以你1300几音的字，最主要是拍下我唔。你所以不我。我讲对，就是所以1300几，就像中国字真啊是几字几啊？比如讲，是不？是，唔是诶？就是，哦，迄音多咯，还是来去？你看，刚才来，看偌侪音嘛，看偌侪字，代表偌侪意思。所以中文要甲改做 alphabet， 从这个 alphabet 来取代，已经真困难，因为伊诶音
收少，啊，伊一音一节，一个音，敢若一音嘛，尔嘛，对。啊，所以一音咪先好，啊，佫敢若1338音嘛，尔。所以你若从改做纯越南嘛，你先改落去先，代志大条，代志大条，对多，敢若，迄字看来看去拢共款的啦。啊，敢若有一个撇一个撇一个，阴阳上去啊，尔。所以。你无改也妄图改这到底，绝对是贪汤兼神经病，因为音太少。看来看去，佮都佮那，你来看贵个，佮那撇撇撇的撇的，拢共款的字嘛，啊，共款字，拢共款的音嘛，就你反正音，因为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嘛？哦，你们都个大猜，因为即卖要汉字通看，啊，知这意思。哦，你用陈先生啊，陈哦，叫两个陈先生打架，这是工程的陈，这里是尔东陈，这里是工程的陈、嗯，你要怎样哦？这两个虽然叫做陈先生，啊，两个是无共姓，无共爸老爸老母，啊，那英语落去拢 Mr. Chen to Mr. Fight each other， 我们讲拢巧的，会花起啊，你绝对无可能啊！所以、最主要就是讲这个汉字吼，会阻挡咱学习，再阻挡咱的囡仔啦。我唔惊你笑人。你就知影我迄落最高学历吼，我国小三年毕业的了。我即摆吼要写批，迄阵啊阿扁总统住伫迄落桃园迄落孤山家家啊。我要写迄落龟山监狱迄个龟吼，特别写写的迄个信封都爱断掉，因为迄个字话我拢写袂出来，拢写到一堆只大堆啊。我嘛写袂出來，我用日本字写。哦，你用日本，我迄个龟山吼，龟山监狱遐，我就改画一个乌龟安尼，画一个。长路的鱼钩啊，啊，迄落乌龟头安尼，四只脚一个龟，无，我即马骂人家乌龟呢？我迄无啊，臭头啊，讲是乌龟精啦。我迄落即马我有迄落咱关心的绿色者，啊，搁关伫迄落孤山家家，我常常拢写批去吼，也是，我拢同款拢画迄只乌龟，因为我都写袂出来迄字嘛，我袂晓写嘛。你看伊迄落笔画偌济咯，你去查资料嘛，正歹查，即个龟。好啦，好，你查着啦，你根本看袂出伊个字画，因为写到规白因为汉字的查，你查除了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啊，龟龟对吼、啊无就从即个字部首去查，啊无就从南字表去查，去掀个变变个，啊那无部首，部首你毋是，伊毋是甲你囥喺倒位时，所以每一查字字，你读到拢。袂晓写啦，你写的笔画遐尼济，写甲伊清楚，都已经迄字特别大。迄毋是讲笑的，迄真实就是啊。啊，这就是我等下要讲，就是讲安怎中国人用汉字以后，拢无办法产生你头下讲的，即个思想家、吼、哲学家、科学家等等，因为伊字的本身啊。因为伊字的本身就是无逻辑嘛，伊的字的本身就是乱七八糟，无一次序，这就是 alphabet。人印尼的学者来讲，这就是 alphabet effect，alphabet 的效果。我估下的，第一，伊讲 code，encode 个 decode。这个英语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跟它密码是同款。那应该解码啊，或者个加码，什么意思？你 A B C 的时阵真简单嘛，咱去图书馆内面，你都从 A B， 这站是 A B C D E F G， 七站的时阵，咱开始，咱就利用这个以 A B C 的 alphabet 的26字，咱个分做。次序里的26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边个加落去，你 A A A B A C 什么，千千万万归一个物件弄出，这是次序哦，这次序啊，你要解码还是一个加码？这 alphabet 的赛，你中文有可能吗？无可能，哇，那代志大条了。断掉了哈、过去可能要这个呢，要天干地支哦啊！我靠，这慢慢是弄也弄不记啦。你听我啊，亚经啦，啊，个迄落三会，迄种干八卦字啊，那八卦就来啊。但是因为 A B C D 达讲呢，因为是音标呢，发音的嘛，迄个26字啦，合起来时就变成
几十万的字嘛，起码七十七万几字，十几万的字出来嘛。嗯。第一个就是说 encode 跟 decode 的功能。第二，因为这个过一个这个好处，就是因为伊有办法。咱咧讲这个音乐的时阵，唔但是它多啊，这个次序刷落去，因为伊拢是抽象的，唔是实体，所以你本来讲话就是，伊这字是因为你的声音下载嘛，所以伊在下载在字 A B C 的，好从 alphabet 个下载音乐，还是说德文下面文下载，所以。真活泼，什么你有什么音啊？你画什么戏，伊就甲你拼出来。这对面佫创一个新的字啊，怎么的？伊迄二十字道道都佫字字佫出来嘛。嗯，对。嗯。第三点，因为办法头头咱咧讲的，因为伊基本上是两大系统，即希腊系统佮拉丁系统，啊，迄系统呢本身能用发展个字字。应该变成几十字，这字头前个用什么系 ？R E 就是个再次，再一次啊，不要讲 I N G， 就起码进行中吼、哦，什么系啊？你像 I O N 啊 ，T I O N 拢会使，啊，这中间能够加几字，什么中间买晒一晒，用物件落去，慢慢这个文化弄出来，啊，中国汉字的文化愈创是愈艰苦。哦，啊，我袂传，因为伊是看字摆到，你才有这个意思，拢无共款去哦。哦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妈妈等等，真多。然后他这个。所以讲外国人来遮讲，妈你好，你好吗？啊啊，安怎个？说说变。妈你好。啊，对啊，就妈你好，你好吗？好吗呢？啊，所以安尼变来变去，人拢搞不清楚。搞不清楚。啊，所以。从 alphabet 落去阵，有这么大的这个，即马那要是用我估计上简单的例啦，所以我咧提，要个几十分，所以我唔是讲台湾人诶，台湾字，咱台湾字，那无较紧加汉文脱稿的时阵吼，进来采用 A B C 吼的时阵，你台湾人家己读稿拢会空气，因为愈读愈空，我估计咧。就是咱即摆来讲阿拉伯，吼、阿拉伯的时阵过去，你知影？就是讲，得去和这个穆罕默德，哈、穆罕默德，伊来统一，吼、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，刷落去，迄两百年是一个乌马哈的王朝嘛，两百。嘿，各位唔就了解，你这个阿拉伯虽然是字怪怪，迄嘛是拼音文字，哦。但是拼音变个真单独的嘛，啊，所以唔只咱讲，顶摆讲奥斯曼帝国的凯曼，才开始个阿曼，这款也是虽然拼音文字拢真好，但是也是从个改做变拼音文字真费劲啦，个改做 A B C， 较好认嘛，所以个改个，但是阿拉伯事实是。跟那抄啊，抄啊，抄啊，对，哎，拢拼音文字，啊，对对，哎是，嘛是拢 alphabet， 拢是 alphabet， 都是这个拼音的字母那样。一统一，这个《可兰经》的出来以后，两百年，乌玛哈王朝，不得了的这个阿拉伯文化变起，啊，以前阿拉伯人是不。无字呢，伊是无，拢是 oral people， 就是讲是口语相传的民族呢。伊有字以后，有这个拼音的文字以后，两百年来发达个，变做一个民族，变做民族当然啊真，变做民族，刷了是有文字，刷了。科学艺术，特别是医学，那是不得了的发展呢。所以阿波罗刷落去，一个个这阿巴斯的迄个王朝，早几千年，几千两百年不得了。
就是讲从阿法别啊，中国人呢，从汉字落去算侥幸啊。你读这字，你得和你通知这都得真真艰苦个通知啊，真艰苦个个吸收啊，动画等等啊，因为你这个字唔是。你有声音，你就会使做字，而即个 alphabet 的创咧。啊，所以你，如果即马汉字已经开始，伫即马即个时代是即、這个，咱恁讲的即、這个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资讯的时代，已经无吧？已经无。你个看，咱的囡仔有，你讲咯，手环都在下来下去。上现代的资讯的功夫，甲你上原始的手啊，咧扑来扑去，抬来抬去，看了哇，最时间。最主要就是讲伊的迄落汉字，就是讲伊的较早就是迄个皇帝要统治人民的功夫，从文字来统治人民。我的想法。不是，有这个意思。啊，因就是伊老学究研究的，足困难足困难的，互你一寡迄落厝内较善食的爱做事的，毋是少爷囝的，根本都无才调去通啊学习迄个文。啊，就是无读书着。很困难啊，北京话讲很困难，很困难呐、啊。是有这个意思，系啊，有这个意思。哦，是是可能不是超工安尼的，隔壁发现，哎呦，哦，这文字也有这个、这个功用咧。通知迄落，拢甲你台式讲哦，啊，你这一些这个就是高等民族的哦，拢会画来，啊，你写未出来，迄低等民族拢会一大起安尼。我啊，个中国人隔壁就是这个观念内面，家己写颠倒讲啦，讲你看，家在是有这汉字，所以阮。中国大陆内面无共款民族个，才有办法斗阵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啊不，安怎写？大家讲话总写个嘛，话听无总写个嘛，是会使嘛。哇，写变作伊，写是写变作汉族个一个汉字上大个功能之一。嗯，就敢若咱伫台湾嘛是即种个病啊。啊，讲迄个话，迄个客人也是讲迄个原住民讲，反对人用台语人哦，伊讲。迄个去到遐吼，咱话语未通的时阵，敢知哦，有这个北京话吼，啊，咱吼甲原住民带话语带会通哦，客人未晓讲台语，啊，敢知哦，有这个国语哦，咱带会得这种病。这种病。这就是一种足严重、足严重的病。我那安尼讲，我就提议讲，你台湾人即马拢行袂出去全世界嘛，因为你中文干呐。干来去死乎北京那尼嘛？对，你这个古文下变作政治通敌的功夫嘛？对啊，所以，系啊，像你头下讲啊，咱原住民啊，咱咯，什么人遐，大家斗阵的时阵，咱卖讲北京话，会晓无要紧吼，啊，不要，咱来采用英语还是法文，对，当作咱的共同的语言嘛，刷落去，咱啊出国的时阵。你有英语吼，哎、哦，那个家庭用英语，你全世界大家拢行会通。行会通，哎。刷到恁即卖来食无少年的食无头路，去外口去打工啊，啥物嘢？你有英语，你也用个存活。你若无英语，你干那中文啊？你对。你就死去死个多。你干那高行会当用北京语啊？你只要去了普通的，总共做微腾好吧？啊！你若讲迄落，你干那会晓用北京语呢？你无可能嘛！你去迄落，迄落较低落的迄落，靠工资啦，较低落的迄个旅社服务啦，你都无得去迄落五星级以上吼。所以，迄落接外国人客，你都爱用英语嘛，用英语来外文啦，用英语拍招呼嘛。所以我赞成啊，叫你头在迄个地来讲，我国语话伟大，那你哪会讲？英语话伟大啊！英语荷兰台湾，咱台湾绝对是咱是海洋的国家，咱绝对就甲外国人、甲全世界来联合吼。啊，所以咱大家拢无输赢嘛，咱各族族的人哦，你。啊、你阿美族，你就去学你阿美族嘛，你就母语嘛。对、我台南，我就台湾河洛人，我就河洛台语嘛吼。客人，啊，你北京人，你哎、你外省的，你哎，你也讲华语嘛，你吼。啊，那华语言，那就用英语。啊，你台湾讲也是德语，啊不，啊不，那到时啊。
这公民投票了哈、哦。对，公投来决定一个哈、哦。啊，刷落去。哎，你若要学这些，你当做一个外交政策是偌水的呢？那你讲，你到时比如讲，哎，啊，英国即卖是失业啊，真厉害，已经脱欧啊嘛，假定了哈，啊，未啊，会真惨。咱该定一个十年计划嘛，因咧所谓大学毕业的，啊、哦，会来，会人要拢派来台湾，派来以前准备三 三个月的训练，要安怎教咱的囡仔？吼、哦，一摆来三十万人，拢嘛无要紧嘛，对啊，對来去咱增加什么？安尼十年就好啊，上最二十年，迄代以后的囡仔。就跟咱绝对无共款，刷落去。其实吼，话讲唔念啦，话人讲，哎呦，啊，咱即马都用汉字拢写了，关系关系，那什么关系关系？吼，迄困难呢？啊，你无想迄教会，迄中路教会，迄拢老乌鸡巴上，人读迄落罗马字。那那读个碎碎碎。白话文圣经人嘛是读个足好诶。是啊，所以你也话。但是要学唔学念啦？啊，你有计划无？对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有大三休困者，咱等下下面再搁倒转来第三段。